竟是尝试了怎样的努力，然后又遇到了哪些的问题？就是例如说，像我之前有跟台大那个临床组的朋友讨论过，然后大家都不是很了解，我现在就是前面的人尝试了什么样的，就是例如说针对于一个法案，那我们究竟会遇到哪些权力的角力？老实说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啦，然后我也不确定就是理事长他们到底是基于什么考量，也许他们觉得当他们要对外发表声明稿的时候，谢谢，就也许他们会考量到他们一旦要开始对外发表声明稿，那就要一个非常准确然后确定的东西，所以也许他太愿意透露这个过程。然后尤其是我自己个人，虽然对政治涉猎不深，不过我觉得政治常是瞬息万变，所以或许理事长他们也觉得他们现在是在跑一些线，那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会有怎么样的状况其实他们不知道，如果他太早告诉我们，不知道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我觉得你的提问也蛮好的，或许我回去问一问，因为我刚好有跟其中一个理事长，应该是理事还是监事比较熟，我去问问他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已经有开始 run 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如果有问到一些比较可靠的消息可以再跟大家分享这样子。那我也觉得如果你们其实身旁也有一些这样子的管道，我觉得也可以开始各自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询问，然后甚至如果我们已经整理了一些我们讨论的内容，我觉得也其实也是时候可以开始让南农老师或者是舞会的一些我们比较认识的人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不做的话，到最后也有可能出现一个现象，就变成舞会的决议跟我们的想法其实差很多。可是说真的，我们可能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跟舞会沟通说，哎，我们觉得应该要怎么样。那时候其实可能再来沟通会比较慢，所以我觉得趁这个阶段，或许我们就有一些东西，循着某些管道可以开始跟老师们表述。我觉得在一切都还有弹性可协商的时候，我们就先做这样的事情，或许会比较好。这样子，谢谢。建议你把它弄在你部落格里面 Q&A， 大家问的问题，你们的答复写在上面，那比较看记录小组啊，这样才能累积这些。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有啦，就是刚提到说，朱立伟是101年的时候开始提这个案子，其实。就我所知，就是说公学会这边其实就一直在拜会立委啦，就是他们一直在不管是说找那个愿意支持我们的，还是说真的去找那个反对立场的去沟通这样子，然后大概有一些也是这个比较私下的管道这样子，也就是说所谓私下管道，意思就是他之后也不会拿出来在记录上告诉你他们中间发生什么事，就是。台湾的政治一个蛮妙的地方，就什么都可以瞧嘛，很奇怪。那这不是一件好，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可是，也许这个事情可以从101年拖到现在，我们也瞧了某些事啦。好，那但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力量可以继续瞧下去呢？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我不知道，我对政治其实没有什么喜好，不过我大概了解说。台湾反正就是交换嘛，齁，就是我要过这个法案，那就换说我同意你的法案之类的，齁，他们就是这样瞧啊，齁，所谓的那个协商就是这样瞧。那我们会不会在哪一次这样被换掉了？即便你找好立委已经答应你了，或你找好民意代表已经答应你了，会不会被换掉？这个其实，各位深斗小民还是非常的活在一个非常有风险的时代，我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那只是说这个问题的话，他们有在做，但是做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比较不晓得。实际上运作一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时间也差不多，然后就先告一个段落。然后真的超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大雨还过来这边这样子，然后就有点就是地方有点难找，对，然后谢谢这两位摄影师愿意前来跟我们分享。那就我刚刚在讨论的过程当中，除了就是从最刚开始说，哎，怎么样可以阻止这个法案有可能就是会通过，可能是就是上街头游行啊，或者罢工啊，甚至是从
就是电路的这个角度去就是讨论，这也是我们之前前几场就是比较没有讨论到的部分，然后感觉上比较还蛮聚焦的，就是谢谢大家提供，就是你们现场所有朋友这些资讯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刚刚我的好奇宝宝有提到说，哎，就是想要在网络上或是媒体这方面有多一点的就是曝光率，然后最后就是也是总结到说，哎，那工会跟学会对于这个法案的就态度，或是目前做哪些的。努力，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或许很多人很疑惑，但是比较不知道的，那谢谢就是心理师们的理解或这样子。好，那今天或许还有很多问题是没有被提出来，或者说以后可以再就是后续讨论的，那就麻烦大家就是多follow我们的就是 Facebook 的讯息这样。对，那我们之后也都会有，就是之后也都会在别的地方就是办，后续就是会再办几场演讲这样子。对，好，好，那。粉丝专业的名称，可以把写在黑板上。好，那等一下我把粉丝专业名称写在黑板上。好，那就是麻烦大家回去就是加，就是加一下粉丝专业之类的。好，那就谢谢大家。然后，麻烦就是大家把那个就是意见回馈表，就是写完之后交到前面来，我都会投统计哦。好，对，然后我们都会检讨，那检讨的就是结果也都会放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就是供大家参考这样。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请问。